乘游轮来趟欧洲之旅，看起来是不是好梦幻？欧洲游轮首次来台举行发表会，希望提供大家不一样的旅游选择，让游轮起航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帆后游轮是欧洲最大的船队，也是历史几乎是最悠久的。那么这一次很荣幸能够受邀，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做同业还有媒体的发表。台湾这几年开始对于海轮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接受度也很大，希望呢能够把这么好的一种旅游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带到台湾来跟大家分享。运动和休闲旅游常常是密不可分，而大家出门踏点不再是走马看花，更强调锁定主题性，因此欧洲游轮就推出了登山和单车路线，又或者配合足球季到现场一起疯足球。我们的船队本身我们就有推登山的路线，还有包括骑脚踏车，因为现在也是很流行做这种健身的活动。那还有包括就是我们的船其实是跟很多的主题季节有相关的，如果是走到欧洲的话，常常有足球的赛季，在法国我们也经常可以遇得到。所以如果是未来这个喜欢运动的观众朋友们，对于当地的球赛有兴趣的，都可以欢迎到欧洲来，然后搭着我们的船去看球赛。光用听的就已经很有吸引力，这边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能够深入探访一大原因是行经路线，有别于平时听到的海上游轮，河轮从内河游历，更能够贴近在地文化。这个河轮的产品呢，每一天可以游览两到三个这个不同特色的城镇，好，那全程呢旅客可以得到很丰富对欧洲这个深度文化的这个认识，好，是非常好的产品。目的地选择多元，船上也有各种配备美食任你享受，提前规划跨年或者春节假期的朋友们也可以试试来一趟深度的文化之旅。 YTV 新闻采访报道。